你现在躺在被子里面吗？很舒服，对吧？那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，我带你去腾冲的火山公园看一下？这个景区的大门真的好接地气。拿好了，这是我们的门票。就在那个地方呀，火山。因为爬火山走路太累了，我们就骑马去吧。坐热气球的，但是它只有早上可以坐，所以现在我们就骑马。前面就是火山，大空山，那边是小空山。人走的话，从那边有一个楼梯上山，看没有？马的话走这边马道上去，哇，进入森林了，哇，好漂亮这个树林。这个马今天有点累哈。对，可能它有点累。这边的森林很好看，有一些马位是黄马，啊，有一些呢，有一些是中马。中马呀？哎，这个小中马好好看，你看，小小的中马，看到没有？它腿上的肌肉。哦，火山口在这里了。那这里是风水山，想办法骑在马背上绕火山口一圈。对，我们自己走，我们自己走一下吧，自己逛一下。走，这个是先收银，这个是上来，上来坐上来价钱。意思是这个是绕是要单的收费。哦，好的，没事。它是主要桃花运，又绕财运、官运、平安运。120块钱又加到这些小圈，舍不得了，我们就走路可以吗？岩浆就从这里面喷发出来的呀。嗯。走在火山的边缘上，对，火山石。你看我们走在路上，那就是这种火山石。走路的话从这边上来，那个骑马的说有几千几台阶，这个还是要用无人机才能看得到火山口，不用看到它，感受到这种几亿万年前的接触就可以了。哇，你摸一摸，对，就是那种岩浆这样冒泡嘛，那它就会形成的洞吧。在我们贵州这样的苔藓叫做石一子，就是我的名字的前面两个字。石头的衣服觉得很浪漫，所以就用来做网名了，刚好跟我的真名很像。走了，逛一圈就可以了。手套给我。现在我们要步行去小火山看一下，这边是小空山。这是小号的火山，小空山的步行路还是很好走的。已经看到火山口了，还是很好爬的，3分钟。哇，这里看到火山里面，它在休眠。其实小空山要舒服一点，火山口一圈都有观光步道，大空山也有观光步道，不过它是那种泥路，马走的，所以就会比较脏一点。小空山，而且可以直接看到火山口，爬上来也轻松一点，才几分钟就可以到了。单纯的这个大傻瓜，你哇，你好厉害啊！空气特别好，景色也很好看，一看到这样的草地就好想搭个帐篷露营。哎，送给你的爱心树叶。哇，爱心的树叶，真的嘞！我送给你的。谢谢你，大树，妈妈爱你。火山科普体验馆，我觉得很适合带小朋友啊。火山要喷发了，哦，哇，火山拼图，我刚刚坐啊，宇宙飞，49块钱真的值得，真的。带着一块火山石证明我来过，而且摸起来很舒服。腾冲火山公园。